好，来，而且按完这个一定很有兴趣啊。第二个，眼睑下垂，好像说平常不会有这种事，但是其实它跟眼皮下垂是很类似，跟老化也是有关系。所以像这种眼皮下垂是属于你的气不足，所以你整个眼睛就下降。那这个找法也很简单，我们一样是把我们的大拇指，就是我们平常坐在桌子上的时候，大拇指托在我们的眉毛上面。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勾的感觉，可是我在按压的时候，我会用我大拇指的指节由内往外去刮这个眉毛上面。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勾的感觉，可是我在按压的时候，我会用我大拇指的指节由内往外去刮这个眉毛上面。这个时候会有很简单，我们一样是把我们的大拇指，就是我们平常坐在桌子上的时候，大拇指托在我们的眉毛上面。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勾的感觉，可是我在按压的时候，我会用我大拇指的指节由内往外去刮这个眉毛上面。这个时候会有很异常疼痛感，那你就按对了。这个杨白穴不是一个点，它是一个比较带状的位置，它一样可以让我们整个眼睛的那些不好的浊气，或者是你一些下垂的气，整个拉上来，你会觉得哇，眼睛突然一亮。哦，是哦，亮亮亮亮亮。对，好，再来，接下来这个是很舒服的穴。然后
办法支撑你整个眼睛，所以它会开始一直眨动。这时候我们按所谓的童子疗，这个位置很简单，就是在我们眼外眦的这个位置。一般我们也是用我们的大拇指，然后我们会把手用成像帽子的形状，先把我们的头先整个压住，然后大拇指的位置在我们的这个眼外角大概0.5，大概五分的位置，不到一寸。压的时候你记得头要稍低，像一般桌会有个桌子，你可以把手枕在桌子前面，然后这样子用力的往内按，按到两个眼球相对这个位置的感觉，这样就可以按到这个也是会痛的童子疗，对，按到会有痛胀的感觉才是对的哦。对，好，紧接着最后一个这个针眼的穴道很特别，它就是比较有感觉一点的穴道，很常长针眼，对，都已经是针眼，你可以想到它是热跟毒的郁结，又变成一颗嘛，表示你身体是很虚的，然后又有热，对，才会有所谓的针眼。这个厥孙穴在我们的耳尖上，可是这样子大家很难找，我教大家一个很好的找法。首先呢，用你的拇指跟食指把你的耳朵先折起来，折起来，折起来，对，折起来。我用这边示范，折起来。因为折起来之后，你再顺着摸到你的耳尖的这个点，就是厥孙穴。哦，这样子就好。对，折起来这个点。所以你在按厥孙穴之前，顺便先做一下耳朵的按摩，把它折起来，用力折成一半之后，然后往上滑到耳尖的这个位置。然后两边都用力的往，对，穴道是在耳尖这里，对，往你的脑里面通里按，按，然后放开，就会觉得最痛的，好有 feel， 我都有很多觉得很舒服。这个穴道是很好保养穴，每个穴道麻烦每天一个穴位做一分钟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好好保健我们的眼睛。哇 ，OK OK OK， 精神都来了，就比较不会长针眼了吗？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小征兆，第二个就是鼻翼长痘痘。嗯嗯，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对，谁没长过痘痘？我发觉鼻头或鼻翼基本上来讲都是以黑头粉刺居多。真的吗？对，黑头粉刺居多。但我长得比较奇怪，我如果是像我们刚刚讲的熬夜，或者尤其是吃麻辣火锅以后。隔天就特别容易长，哎呦！而且它长的不是长在外面，它是长在鼻孔里面。哇！我很多每次最痛，哎，每次我都是长在这种鼻孔里面。然后有一次是痛到整个就像唐老鸭这样，已经鼻孔外翻了，你知道吗？录影都已经很难看，没办法，一定要去找医生，因为你第一个你挤不出来，然后第二个非常非常的痛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是看加医科，然后加医科说。哎呦，阿丽这的是那个发炎嘛，发炎要打消炎针，就要拿一根那么大的针，真的不夸张，拿一根那么大针，而且还是老医生，然后眼睛还看不太到，这样戳下去，我记得那根针大概打了10分钟吧。打完以后他说好，那你可以回家。我说可是还是很痛啊。我说消炎针是由内而外，所以大概要2天以后才会好。我说哎，那我还打了那么大的针干什么？后来还好，隔壁说哎，隔壁有一个那个皮肤科，我就跑去皮肤科，就皮肤一看啊，这肝胆 no problem， 我就看他把那个手套。拿上来以后，我说你要干嘛？他就从旁边拿了一把，啪打开以后，手术刀，一把手术的那种所谓的刀片，那么小的一个刀片。他说鼻子过来，他就把一手把我这个拉起来，哇痛，直接把我这样划下去，割下去，然后一割下去，我真的还听到一下嘣的一声，然后就啊，一刚开始很痛，可后来是伴随而来是一种很舒爽的感觉，就整个就开了。然后我看那个医生自己也在笑。
就送了哦，因为他可能也很喜欢这种所谓的那种除痘的这种感觉，但是真的化开以后，整个这样爆开以后，整个哎。当下马上就好，就是把脓对，把脓淤就直接挤出来，然后再加一点血。他说一定要挤出有血以后就会好，所以我觉得说应该是这种所谓的疲劳过度啊，上火，所以才导致你说鼻翼这边一堆痘痘，哎、我觉得是这样。但是如果这一招的话，大家不要自己乱弄哦，这个真的、欸、千万不要，一定要消毒过，还有真的医生专业的哦，不要自己拿刀片、美工刀这样乱弄，不行哦。来，婉婷，我是不太会长痘痘，不过我只要就是熬夜的时候，或者是我就是肝功能状态不太好的时候，我就很明显的就是脸就会起一粒一粒的，像过敏那样，会很像粉刺。但是我有去给皮肤科看，他说那不是粉刺，那就是引起的过敏，然后都会有一个像粉刺头的那个东西，但是它是片状，它不是像长痘痘是一颗一颗的，它是一整片这样。那包括鼻子也会长这个吗？鼻子，我长过，之前长过一次，但是我觉得，就是我一直听人家讲说，就是这是一个危险三角，不可以随便挤。我不懂那个意思是什么。危险三角，对啊，挤起来很开心啊，挤了会怎样？就是你如果乱挤这边，就是危险三角的痘痘的话，可能会致命，或者是会有什么样的？关于内脏的东西，对，就很多人在传说，所以我也不敢乱挤。是哦，讲的跟真的一样。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嘞？我们来看一看，机能或是。为什么是那个？你会吓到吧？这个答案，你的天差地远。我鼻子这边长痘痘，还长在鼻孔里，好大颗，你看到？大颗，这是怎样？对啊，哎，最可怕的地方，哎，对不对？就知道那一阵子你多虚，冒冷汗，你知道吗？太可怕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对啊，彭医师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。